到佢幾好世界拍翻今日嘅上場，即係終於入翻嗰個英雄。佢其實佢個步速快啲咧，佢會好啲，因為佢頭先翻嚟都係。如果我 pacing 快啲咧，佢會比較會 relax 多啲啦。如果慢步速咧，佢拉咧就會麻煩啲，兜曬口，係啦。上一場就可能佢步速比較慢啲，我覺得，因為上一場咧拉得犀利嘅，拉到停下停下。咁啊，天宇我諗佢都可以應付嘅，就係、是、個步速咯比較慢上一次。佢今次星期五翻嚟跳嗰啲課之後，佢就話只馬比較以前係再文靜咗好多，咁可能佢變咗係佢只要佢可以 relax 得到，咁我可以發揮得到佢自己本身嘅水準咯。因為通常一慢步速咧，佢拉咧就可能並頭並計啊，人馬角力啊變咗生曬力咯，係咯。今場賽道嘅時間非常之出色啦，而呢匹馬嚟緊就升上二萬啦，睇翻個賽。都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，因為我都可能會有兩隻或者三隻，因為到季尾都好少呢啲咁樣嘅賽事，係啦，都係要諗緊。會出，我睇下出幾多隻羊。好啊，再次歡迎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